一个月没回来这里了。暑假都在八月都在台北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射门。今天比较没有人在这边运动，因为现在是大概五点左右。好久没踢弧线，哪边？右边。左边用外侧踢。太久没踢，有点抓不到角度了。来一球电梯球好了。我动作应该没有忘记了。还是转到了。太久没踢了，抓不太到那个速度跟弧度的那个平衡。把画面稍微放大一点，我们再练电梯球。看不出它有飘哦，监测太暗了，最后来 crossbar， 打到横梁就收工，好不好？来第一球，一次就成功，收工。